门呢、欸？门呢、欸？他说门呢、欸？逃生门在哪里？逃生门，你不要问爸爸什么叫逃生门。对啊，像顶楼啊那些啊。所以只有这样，他只给你一个。你不知道，你有没有认真看完圣诞老公公写的信啊？那他到底写什么？他说什么？八样礼物，那你这是第一样吧？那再来。真的、哦，那沙发铺有。你不会把信给爸爸看，看爸爸到底看不看得懂？会跟我一样的字啊？为什么会有塑胶袋？他的意思是，他一进门的时候，他喝了你给他的牛奶，所以是不是代表他就是放在你牛奶那，所以你才有不用找就找得到你的礼物了？不是吗？要不然你看门口这附近又没有礼物，难道是我拿回来的这个礼物？不可能了。那你看着他的那个，你才知道他逃生去哪呀？这里已经一样了嘛。绿沙发，绿沙发。有。你看看啊，会不会掉在地上，还是怎样？还是在那个枕头，还是在边边的缝？那边边的缝礼物也太小了吧？是吧？是吧？是不是太小了？应该不可能掉在边边缝，有吗？因为通常它，哇，这么重，很好。来，再继续找，看看它的路线图，它到底都去了哪里？它刚刚还有讲什么？那你不会先去找他，又不是有上厕所，你干嘛一定要先来找爸爸这个位置？啊，比较近耶。比较近，仔细看。这是什么？爸爸的水啊。他不是说他坐在沙发望向外面？如果望向外面，会不会是他坐的地方的靠近墙壁，还是是门外，还是他逃走了？鱼缸。鱼缸，那看看他会不会。会不会看看鱼缸要喂鱼啊什么的？他们就说大孩子养，大孩子是谁？翻一翻，翻一翻，对啊，看看有没有啊。因为他既然都说你会辛苦的找礼物的话，一定就是照着他那个上面写的呀。什么？对，有大孩子是谁？哦，真的是爸爸的。大孩子哎、欸，有大孩子哎、欸，对不对？他你怎么知道那个小的是他的礼物，大的是你的礼物？你先别猜他。你怎么会知道哪一个是谁的礼物？看一下你，看一下他写信给你，他会不会这样？有可能，就跟你讲，叫你要整理干净啊。翻翻看，翻翻看，到底在哪？翻一下，把东西拉出来看啊！因为他藏东西，怎么可能只有直接放进去了？一定还会再把它掩盖住没？可是这样子我又你又这里啊，没关系啊，还是你就不要翻。肚子太大了。你有看到礼物啊？要不然你干嘛弯进去？真的有哎、欸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哇！哇！它完全没有藏哦！它直接放在架子上。完全没藏哎、欸，好，再看看他到底还有说哪里。他有说电视吗？他好像没有打开电视看，所以应该不可能在电视啊。
看着它上面写的字到底写了什么。蓝色的鱼明明就在这里，爸爸刻法的鱼，爸爸蓝色的鱼早就已经死了，剩外面而已，你忘了。难道这时钟吗？那你翻翻看时钟那边，会不会真的？钟的附近有没有？时钟还不是说要看时钟，那你应该要看时钟附近吧？每一个都那么重。开灯，来去开灯了。他说逃生门，他关键字在逃生门，你要看他的那个关键字啊，小姐。可以的，因为你不想错过机会的。很难拿到，哇，也是这么大一个。好，Hello， 你应该叫他。他在哪里？他觉得你很恐怖吧？就是不要再逼问我了。圣诞老公公说不能说，不能说。你看他的头啊。他的头指那里，也许有可能就在哪里啊。那只鱼一直看下面嘞，为什么？你看他一直在看下面，他是在提示你吗？仔细找，要不然蓝色的鱼就……他应该不会这样吧？如果鞋柜，他应该讲说，我喜欢哪边的鱼在哪里啊？既然他喜欢蓝色的鱼，那是代表蓝色鱼这里有什么玄机？你沙发也找了，望向外面，靠近墙壁。那所以这里，你觉得礼物有可能那么薄吗？难道是钱？钱就有可能这么薄？可是今年这个会送钱吗？难道他停留在这里了？我是觉得你应该看着蓝色的鱼，你就知道答案在哪里了，因为鱼会给你答案，看它是一直看哪。转圈圈，怎么知道转圈圈？难道他讲转圈圈的意思就是在这附近吗？就是在他那附近吗？要不然他一直转圈圈。你觉得礼物会那么小，在那个缝吗？我觉得圣诞礼物好像没有我帮你解答，看懂他在讲什么，你都找不到。蓝色的鱼，这里太偏离蓝色的鱼了吧？他都跟你讲蓝色的鱼，蓝色的鱼，智能餐具没了，那代表你没有认真找啊！告诉我，告诉我，他不是就在告诉你了吗？看你，那就仔细的看，找东西要怎样找才找得到？对呀、啊，就知道要翻呗。啊，你还给他打开，然后这样看没有啊？那你怎么会知道礼物在哪？那时候我翻的时
那你就要负责把那个放好啊。我看你的鱼都一直看下面啊，所以代表应该有玄机啊。仔细看，仔细找。你有没有认真看？没有看到。我看那个鱼一直看下面了，然后又看了一下你，然后又一直往下。他心里面想说，可能叫你不要换位置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一直往下。你看，他又往下了。他又往下了。难道是最下面的意思吗？为什么他一直往下？而且他都下到很下面。你看，你看看，它又往下了。你的鱼，那你下面的翻翻看。我说的不是缝哦，对，就是你现在翻在那边看看。因为它如果是最下面，怎么可能？你看，你看，你是在跟鱼说什么？谢谢啊。哇！暴力式猜，真的暴力猜礼物。哎，这个好像是我昨天说。这是你要的？难道他有听到？上面有跟昨天一样的吗？哇，哎，好像是哎。那什么？所以他就让你猜礼物猜到宝。我是觉得你不止今年找礼物找得很辛苦，你连拆礼物都很辛苦。我叫他以后不要弄那么多啊，不然有点麻烦，欸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我上次在电影在哪里 ？A 跟 B。你在哪里看到的？叫什么？我记得在万华有看到。你在万华看到这个？那时候你有想要这个吗？有啊，哦，他也不留言一下到底哪一个是谁。所以他大孩子一个是你的，一个是爸爸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是谁的？这是什么？还是他觉得你以后该穿这个？为什么会有内衣这种东西？他应该是觉得你该穿了，你已经越来越长大，变成大孩子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你会爱吗？我摸摸看，哎，这还蛮舒服的，哎。这个应该是给爸爸。你爸？这是给两层。给你两层呢？是我黄金。黄金这么好。那什么 ？Milk， 我看。奶奶是什么？哎，这不就是你喜欢的？这不是你昨天看到的吗？对。很了解你了。我怀疑他应该从很多天前。他在跟踪我。有可能哦。这是大孩子的男士刷毛，对不对？想偷懒，他又想偷懒。他说本来今年想到处游山玩水的。嗯，然后呢？想到你失望的小嘟嘟，小嘟嘴，嘟脸，嘟脸。那我还是努力上班。奇怪了，他一年不是只上班？对啊，难道他不想要上班吗？啊，疫情症候群，放太久假了。我还是努力上班，愿今年的元旦节。
嗯，有没有很 happy？ 他看到那个不知道会怎样。他应该有看到吧？他都来了，怎么可能没看到呢？我觉得他没看到。真的假的？要不然他会写在上面。彩色笔啊，他送你彩色笔哦。那他为什么会知道你都在做手账？还是现在的小女孩都爱这个？哦，看到送什么？哎，不是我爸爸的礼物，爱他什么？这太好了，爱爸爸的嘞。不晓得，还是爸爸的忘了包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他说。所以是这些里面的有哦，应该是这样子。要亲亲哥啊！我觉得他送的礼物最好的就是书，对不对？变色，会变色。这是什么？都是什么惹的祸？生气惹的，或是你太常生气了，所以他觉得要送给你，还是他是要让你晨光阅读看的？不爱啊。没有哦，我想说你是不爱的话，圣诞老公公就要哭了。特别重，那到底是什么？特别重，不是金条。我以为是金条。怎么可能呢、啊？圣诞老公送你金条，那一年才上班这一天而已。哦，漫画耶。啊，你这个都是生气惹的祸，也可以带去学校哦。也是漫画、啊，嗯。难道有上下集？还是金条？是金条哦。好吧。是什么？不用，那林图书馆有、欸，你们图书馆有、嗯、一模一样吗？嗯，那我怎么都没看到你借这个回来？因为我不想借这个。那怎么办？圣诞老公公给你看这个，那怎么办？因为要这样子还来还去很麻烦。还来还去很麻烦，什么意思？你没看到我现在都没有在借书。嗯，什么？一模一样吗？嗯、你有看过他拿来哦？哦，那你也可以再去啊。那你可以在家里面慢慢看啊，看到你的零用钱，零用钱，你要再去。那圣诞老公公也很开心。我觉得我这个可以借给他看，因为他喜欢科学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你不说他就有一本一模一样的，你还要借他？你应该借他不一样的吧？我好像不借。哦，好啊，那你可以借他看。你们两个还可以互相考试呢。他喜欢科学哦。嗯。还有礼物吗？那拆完了之后有没有很开心？那这里面礼物你最喜欢哪一个？这样。嗯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哈？第三名。哦。对不对？这才是第三名。这第三怎么全部都是去那个？想亮看到的东西，还是其实他原本没有送你那么多。第六，第七，然后呢？哦，第七是那两个，那所以那个内衣你觉得不实用？我觉得那个内衣超舒服的，我在外面买可能也买不到这种、欸。它没有进入排名，没有进入排名。对，内衣是
第九、第十。这是第八，书本是第八。那还。怎样累了？拆完所有礼物累了。那是因为他希望你能够多看书吧，拆礼物环节，多读一些书吧。